现在这个林在景福宫，好多人换了服装，在景福宫走哦，超多的。什么？超多人。哟。我们现在在那个换韩服的地方，我们打算换了韩服去景福宫拍拍照。来，哎，你没有去弄头发？赶快去，赶快去！美玉来，我看一下。你去拿一个包啊，拿一个包，挑个包，然后把手机那些放进去。这边的包是免费的，然后呢，裙子有分价钱。他这，你知道他这家店什么时候开幕吗？昨天。我们四个人已经在景福宫外面已经换好妆，我们要去景福宫拍照了。Go！ 哪里嘞？景福宫。我们要走到景福宫去。我们刚刚换完衣服，现在来景福宫拍照。来，美玉，美玉这次选淡绿色，对不对？对，淡绿色。然后彩梅选金，有点黄，金黄色。嗯，然后美美是选蓝的，浅淡蓝，浅蓝淡蓝的，淡蓝吗？还是绿啊？对啊，有点像它好像跟它是浅蓝。浅蓝倒有点太绿了，那个是浅绿。哦，对，然后呢？你的是小粉，来来来，我的是什么呢？我的是小粉，粉色，这越老越爱穿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现在是11点，正中午咯，很热。可是这边还好啦，不太怎么。可是这边其实很多人就是来这边，你看，全部都是来拍照的，对，来拍照的。我们好像可以从他们走的左边，而且你要走要走过去了，要走过去了。左边走过去。来吧，妹妹，你到底，妹妹一定要走到底、啊。我走这边走。感觉他要走到底的那个感觉。景福宫很大，因为太热了，他就要停掉。对，我们今天这一家的那个服装店是昨天才开幕，所以我们穿的衣服呢，全部都是新的，都没有人穿过。听说老板是韩国的市长开，他已经开两家店了，所以昨天开的是新店，还有一家老店，所以我们是很幸运的选到这一家。谁进出谁说这一家就好了。我们好像是妹妹，我，嗯，哎，所以。